请你站到这儿，站到这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请你完全按照我的指令，我说走一步就走一步，手走两步就走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是一步两步是老妖，是老妖，是老妖，你可以这样啊，你看我，你可以这么走，老妖怪来了，你可以横着走，你也可以竖着走，你也可以来回走，一步两步都没问题，唯独只是不能斜线走，比如说我从 A 到 F， 或者我从 A 到 E， 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从 A 开始吗？从 A 开始啊，听我的口令，用你自己的内心，我不会给你任何多余的指令。好，从 A 开始，朝任意方向走一步。这样的话，按道理来讲，你应该现在指着 B 或者 D， 对不 对？我不管你指的哪，反正肯定没在 A。小芳，请把 A 信封拿走。接下来，不管你停在哪一个信封，请你走三步。好，现在还没走呢，还没走是吗？不要紧张啊，走三步，走好了告诉我啊。走完了，走完了，走了。现在你有可能在 C， 也有可能在 D， 但是绝不可能在 F， 对不对？小芳，把 F 信封拿走。接下来，从你现在的这个位置出发，易烊千玺，请慎重地走五步。我感觉到他变得比较紧张，他这次点的力道都有给自己加油的感觉，咚咚咚。对，我们这边也有震动，有震动，对不对？我一直没有回头看，我也不知道你从 A 开始出发的第一步走到哪里。现在第一步、第三步、第五步走完了之后，我不知道你的手指会指向哪，但是我知道一定不在 C， 把 C 信封拿走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个指令，从你现在的位置走三步。走好了吗？他还没有走，还没走，他在想，他现在目光已经有点呆滞了。走三步，走三步。好，他手基本上拿不住那个杆了，已经在等到了。千玺，你现在手里有麦吗？有。你刚才在听我的指令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，有没有相信我？相信。你刚才的相信是有一点相信，相不相信我？相信。千玺，如果万一我没有成功，等一下真的会伤害到你的轻松熊，你还会像以前那样爱我吗？会啊。如果在我和轻松熊都掉到河里的时候，你救谁呀？你救我还是救轻松熊？我觉得您会游泳吗？您会游泳吗？会游泳吗？好，易烊千玺，你刚才用到了您，这个游戏生生地拉远了我们的距离。我坚信你手指停在信封E， 把 B 和 D 拿走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千玺，现在你拿好这个。好，你拿好这个，他立刻窝一窝试试看有没有这个照片，有没有，有没有照片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厚度你是感受不出来的。拿好它啊，拿好它。现在，亚鹏，剪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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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3，砰！演熊熊，
绝对不能拿这个毁啊！你把我的作业本剪了，半个剪了，可以重办的。但是游戏就是游戏，请遵守我们的规则，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没有哎，你确定没有吗？你看一下异信封里面是不是有你的轻松行？帅啊，人好帅。我吗？对，还是你的轻松行很帅。好，来恭喜，还到他手里。呜呼！好，赶紧跟他说两句，久别重逢。好，同时也把大家的重要的东西还给大家。太棒了，熊熊，我真的很为你开心。熊熊以后要多来湖南呢。今天晚上你会把那个心情跟他再分享吗？离开他那一刹那，会不会？应该会。